事先的计划，我先出养心殿，直奔神武门。荷兰人欧登科的汽车就在门外等候。这位外国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还承诺，只要我能够溜出神武门，一切都不成问题。从我第一天的食宿到脚踏上英国的土地，进入英国学校的大门，他全可以负责。这是89年前。 发生在紫禁城的一次潜逃。逃跑者是皇帝，17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试图从神武门逃走。368年前，另一位绝望的皇帝也将目光投向了神武门。那一天，崇祯皇帝的紫禁城随着京师一同沦陷。 一道神武门，被两位皇帝托付了生与死。神武门位于紫禁城中轴线最北端，是皇家的后门。比预定的时间提前。 皇上要离宫的消息就传开了，我的父亲传下令来，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，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。从那次出逃以后，我最怕看见高墙，我站在对袖山上望着城墙，常常这样念叨。 穿过神武门31米的城楼，可以看到景山。公元1644年，那里叫眉山。崇祯皇帝走上眉山，面朝紫禁城，自缢殉国。 1924年11月5日，冯玉祥将军向溥仪下达了驱逐令。各位游客注意了，当时呢，末代皇帝溥仪就是从神武门被赶出宫的，大家可以在这里欢迎留念。那天下午。 神武门看着紫禁城的最后一任主人匆匆离去，一道城门成为中国帝王史最后的梦呓。
再见，紫禁城。